继续来种花，这一次要种的是这个漂亮的月季，这一次种两个品种，一个就是这个黄金庆典，它是可灌可藤的，它开的花香味非常非常的浓，还有一个就是切花月季艾莎，这个花开起来真的是叫做标准的月季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爆，而且它耐晒又耐开，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花没有香味，现在就去给它们挑一个盆。这个月季它的株型都比较高，所以最好用深一点的盆来种，最常见的就是用这种加棱盆来种，我的这两颗不是很大，但是也不是很小，我就用两加棱的来种。土的话我还是用这个通用土来种，这个土种月季非常的好，先在盆底加点土。想买这个土的花友可以微信搜一搜立夏园艺就可以找到。再把这个苗取出来，这个根都已经长出来了，把这个太长的根给它剪掉一些。扒松一点放进去，继续加土，稍微提一提，开一盆。石头摁一下。这颗拿出来，这个太长的根还是剪掉，弄松一点。OK。再给它们浇透水，浇透之后再把它们搬去缓苗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缓个两三天左右就可以。